位年轻的投手来讲呢，算是相当理想的成绩了。齐哥在职棒五年，总共是十八音乐，今年真是捡到宝了。对，在这场比赛同一这个好球正摆，今年的自责分率在投手的排行榜里面是排名第七名，2.88的自责分率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成绩。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，因为他的胜场啊比他的败场要少了四场球。那今天张，因为他到球季的尾声打击越来越好，而且在守备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，才讲完而已，也是用点的，结果这个球还是点得非常漂亮，沿着三垒的边界成功的带过去，所保持的68分打点的联盟纪录，可能全垒打数也比他去年多了，但他没有拿到全垒打王。那这个曾贵章的打，林鹤目前在场上打击，球数是一好一坏，这个偏打者内侧的画面审视，叶星星先生，对棒打击出去打出了界外，下2胜1败1次救援成功，他最近的状况是非常的好。这个三垒方向的滚地球在你手上衔接到这个先传一垒之后再传三垒，对，继续上场打击的是罗，一个偏高的坏球，罗永庆的球数。一局的上半得到1分的话，让这个伤害啊降低到最小的话，对齐哥来说已经算是成功了。而且比赛都是十来个三振，但是我们去看他的保送也是降低的非常的少。罗永庆打了一个内野上方的飞球，是非常的不营养，结果是由三垒手陆毅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。陈振贤今年已经有2次这种连续安打的表现，差一点点追平这个联盟的记录。才说完话，马上又打一支安打给我们看，这个平飞的安打打到左外野方向，非常以及一支全垒打。张泰全横着棒子，哎呦，结果对，要不然打到就要退场。对。那时报音乐就不小。问题是统一队啊，有一个最近的困扰是什么呢？他在过去相对封王封得太晚了一点。应该让同一队更累一点，本来握短帽，结果突然采取正常的打击方式，但是处置到的是同一师队的捕手曾志珍。曾志珍今年的打击力2.78，20分的打点以及5支的全垒打，比赛呢他还是亲自的披挂上阵，这一棒打成了一个界外球，球数现在是什么重大的伤害，这就算是运气非常好了。这棒打击出去到了左外野的方向，出去了一支全垒打。刚刚才说曾志珍是统一支队的灵魂人物，想不到在守备方面不但表现得好，今天在打击方面也非常的理想，第一次上场打击就击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，有2分的打点，把陈振贤以及自己都送了回来，使得统一支队目前是取得了3-0的领先。然后他手就被打断了，然后后来又不妨他又下雨了。今天下午我刚击出了2分打点的全垒打之后，打击继续轮到宋荣泰，哦，这一棒打得强劲，不过呢是出了界外，一个偏高的坏球，球数他每一场都到，还带锣带鼓的，而且在那边唱歌，真的是非常热情。尤其现在还可以灯火就可以了。我所以讲到全勤的球员。状态目前的球数2好2坏，一个偏低的坏球，现在球数满，形成了2好3坏。打击要轮回到第一棒的郑百胜，郑百胜这棒打成了一个内野滚地球，二垒手接到之后传逆垒，把打击的郑百胜刺杀在一垒。